我是 Toby。 这片的猫特别特别长，你们看一下，都是长毛的。它是 gezücht 的，长毛，长尾巴，眼睛看不见，这么长的尾巴，抓看不见。你们看，头发都打结了，因为它的头发太长了，它就不会自己洗一洗。全只猫都是毛，毛太长了，在国外不会一门手艺真的不行。今天我就给 Birkin 做一个美丽的发型。美丽的发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喜欢的男人九个有必须度，八个是秃子。那个肚子上的毛要剃一剃，底下太多了。是的，我觉得可以给你织一件毛衣。所以秃子本来是一只白色的猫。三毛三，它尾巴也剃，尾巴不要剃，但是屁股要剃。就是剃了一坨什么？这边还有，都剃了，你去干了它。这个活儿不细呀，你这活儿做。咱们就跟门口那猫一样自杀，哎，干死你的不是你不做。等等。你的新发型怎么样？ Sie sieht gut aus, gell? Auch die Pony. Haare. Das ist alles ihre Haare. Alles ihre Sieht echt dünn aus jetzt.